有车子过来。OK， 我被发现了吗？来开过去了。哇，什么状况？先打他车。队友，我来帮你了。两发，还没爆，他下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拿铁加，我是 Arena Brawl 暗区突围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把毁车神枪啊 ，AX50。这一把枪叫做酸冻步枪啊，自己组一组啊，大家消音以后还有个20倍镜啊，这些参考单价是写13万啊，实际上我是组了大概15万啊，就是它现在的市价。然后它子弹的话，目前只有一个规格，非常的贵，一发子弹就要1836啊，十发的话呢就要18000多啊，甚至还有一发玩家卖到2000多啊。这个子弹的话呢是 12.7×99mm，N2 子弹，穿透等级是6级，子弹穿透是61啊，可以算是这游戏目前顶规的子弹啊。然后这一场我们就来玩一下矿区啊，然后我们稍微配一下队友好，因为毕竟拿了一把比较贵的枪，需要一些队友帮忙。OK， 配到两个队友，我这场就把车叫出来。我们现在在最左边这里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去普瑞森矿洞中间那边埋伏敌人。哎，队友已经上车等我了，出发出发。哎，有人机在地上，哎，趴着干嘛？顶过去啊！有队友下车了，哇哇哇！他应该是自己有事要去做吧，我们就先不理他。哇，有敌人，被埋伏了，上面有人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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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塞，很多只！哎，怎么另外队友又下车了？这个状况下还下车，这个状况下下车很危险啊！这个叫做不要随便下车啊，随便下车可能会 BBQ 啊。我现在到这个一号矿这边，我想要试一下埋伏流啊。这边有一个我觉得不错的埋伏点跟大家分享。我之前拿过墨星测过，我们现在换 AX50。我们先停这边。好，可以看到这个点呢，上面这里直接开镜就可以看到这个撤离点了，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埋伏敌人。哦，两个队友都有拿到车，哎，不错，他们开过来了。有车子过来了，我嘞，我被发现了吗？哇塞，越来越近了。来，开过去了。哇，什么状况？先打他车。队友，我来帮你了。两发，还没爆。欸，他下来了。直接一发收掉，哇哦！车子直接消失在世界上了。去捡尸体，去捡尸体。队友跑掉了，队友可能不知道我把他解决掉了吧？他直接去撞敌人的车，还是敌人撞他的车啊？所以车子没有满血状况下 ，AX50两发，车子就爆了。看一下装备如何？哇塞，不错，我东西还蛮多的。OK， 人钱都把它捡完了。打母弹，他玩修脚流。走，哎，队友走，哎。二号直接要撤离了，也太快。那这个也要撤离了，这个车快爆了，他车子是残血了，哎。哇，爆了！他刚刚跟敌人互撞，然后车子快爆了，所以他也要撤离了。这两个在干嘛呢？他可有开到好东西哦。你们看这个位置啊，如果要打这边的车辆是可以打得到的。队友在干嘛？队友把车弄爆是不是？我们现在就在这边等一下，看有没有敌人。然后我觉得车子这个地方有点危险，我觉得玩家可能会觉得奇怪，怎么停一台车？我们这台车换个位置。我们停到这前面这个蓝色货柜，看能不能挡住他这台车，不要让路过的玩家发现这边有人归点。OK OK， 比较看不到。这样才不会说一台车停那边，感觉上有人在那个点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货柜啊，然后这边有一台车，等一下我们可以看看射这台车。我们现在就趴这边，看有没有其他玩家要撤离啊。2000 years later， 等了十几分钟，完全没有人，是怎么回事？知道我要这边埋伏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们先走吧，准备撤离。我们去测一下下面那台车。到了，先看一下这里。哎，有人收过了，
好，东西被开过了。把车子开过去一点，不然它等一下爆炸的时候被波及到。我们现在先试着打这台车，可是先确认一下它血量好了。看它血量是满的。哎呀，红色、橘色，橘色的话大概是中间吧。那我们来试一下 X50， 最贵的子弹，一发冒烟了，因为它刚刚已经不是满血了，所以这个仅供参考。我们再后退一点，我怕爆炸波及到我。还没爆哎、欸，一发没爆，第二发冒火了，还没爆，哎、欸、爆了，两发就爆，等于说。如果车子今天跟敌人相撞的话呢，血量不足的状况下呢，基本上两发就爆了，就是这么变态。其他枪的话，我之前有实测过啊，要花很多子弹啊，可能要穿透等级比较好的，或者是金弹之类的，比较容易把车窗打坏。然后我们这边停车后呢，建议大家躲到后面来，要快速。如果遇到狙击手，不一定，特定连这个动作都会死掉啊。所以目前躲这边应该是比较安全的，在这个撤离点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啊，我看得到的地方就是有可能会有玩家加狙击枪的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矿区我现在玩了30几场了，常常被偷，所以我们就延伸了非常多的战术，不然就躲在这个车头。可是如果车子被打爆，还是得赶快跑，可能要丢个烟雾弹比较保险啊。撤离的时候丢个烟雾弹，如果玩家没有TC的状况下，应该是看不到我们位置啊，就可以安全撤离了。然后后面这边挡风玻璃的部分呢、啊，我记得还蛮硬的。下次再测测看，车窗的部分是没有玻璃的。好了，这闯呢，直接毁掉一个玩家的车啊！因为他跟我队友对撞，然后赶快补上两发，他的车就直接爆炸。爆炸瞬间，他赶快先下来，他可能被波及到一点，然后再一发收掉他。好，帮队友按个赞。他们两个很早就撤离了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可能有收到什么好东西吧。拿到一把20000的 MP5 啊，没有到满改，不过这边。还有拿到他的防装跟他收到的东西哦、啊，主要实测一下呢，这个 AX50 真是非常适合毁车啊。然后满血的车子的话，有可能是打4发左右，车子会爆炸，就分享给各位。然后我之前有拍一个就是车子扛伤的测试啊，如果还没看过那支影片的朋友们呢，可以在频道清单中找到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喜欢持续订阅我，打开通知铃铛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喽，拜拜。